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宋茜，我在剧中饰演的是林夕。大家好，我是陈星旭，在剧里面饰演的萧逸成。就有没有看到剧中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梗，或者是网友的评论？平淡无奇，白开水一样，懒傻馋呆。懒傻馋呆。嗯。没事没事。哎，跟上。小孩小大人。嗯。啊，太好笑了。海泉我记得都飞了，老饿了，太奇怪。这是我啪啪的朋友，你啪啪的朋友还需要抱吗？当时怎么拍的这段戏？这段戏可抖了，我跟你说。这主要是因为刚那个就是刚生病，生病结束刚病完，对对，特别自律，每天都健身的嘛。嗯、然后呢，他也没有开始恢复他的训练。对。然后呢，又刚病完，又歇了一个礼拜多。嗯、但是这个人呢，真的是一直在抖。抖。因为他给我抖的，我跟你说，跟按摩仪似的。我跟你说，抖抖抖抖抖抖抖，是不是胳膊要折了？这个人胳膊要折了。按摩仪。这拍了几次？哦。好几次，因为、啊、要配合小朋友，还要配合那个就是出来的人，人然后配合机器，还要配合电梯。嗯。